雪太多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哇，这边的河全部结冰了，比纽约要靠北一些，果然。来，我们到河边走一走。哇哦，爽啊！今天如果带那个 Insta360 来拍，应该会很漂亮。但是，今天没有拿那个360来拍。不过，就用 Osmo 感受一下吧。回到这个 Riverside 河边了。